就要那就来，这场相会就像未来，台北的台北就是你的路，让自己变得超强到每一步，这是台北，不只有篮球队，未来就在这里开始，十五岁梦想就要起飞，换上新制服踏入学校，希望能够从中学到各方面的诀窍，十八般武艺统统都想学到，来你来跟你介绍一下新的选项，不同气象加入表演艺术科，如果你也一样爱现爱表演，来这实践，用三年换未来三十年，提升专业让自己变值钱，发力无边，表演之初没弄多媒体光这资讯，日文电机室内空间设计，选择最适合你的科系，条条道路通罗马。